蝎座需要注意什么？嗯，我觉得要被天蝎座喜欢，就是你喜欢天蝎座没用，一定要先引起天蝎座的注意，要天蝎座喜欢你。让你来演的话，就刚刚那种 CP 的相处，你会选哪个？我一个都不会选。那你能接受那种霸道总裁式的吗？比如说那种，你再跟他说一句话，我就怎么怎么样那种？我可以，我就是那个霸道总裁。我就是那个霸道总裁。要天蝎座喜欢你才有用，我就是那个霸道总裁，是这样吗？我不吃了。吃。我打气球好辛苦。哎呀你拿。哎呀妈。敲门呢？再敲门都是两天了。啥呀？你眼力呢？我喊你，在黑板上写我是神经病，并签上全名。哪里有黑板？手机拍卡。放大了。看完假睫毛，那个叫什么？这叫啥？我都卸妆了，我都素颜。洗手来素颜。嗨，你不是紧张？这个车真的太难了。我不建议你下车跑。叫你别穿有跟的鞋，还穿有跟的鞋。这还好吧？我跟你站一起不还是你高吗？出完了，然后他们在那打我们。我赢了，厉害哦！麻花腿还要多吗？他打多久让打？他的腿上，他这样打。你这么夸张，我明明是这样缠着他的。你就是这样的。哎，对，给我一撅掌。我又不会。对，姿势很漂亮。我不会我都赢了，你说你多菜。那你好惨啊，你输了。我感觉比上次还简陋了，不用了，谢谢你。我袜子好痛啊！你事儿好多、啊，你在说我，我鞋很大。咱俩上集装。